哎呀，我去！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大黑居然看书了，不去挣钱了。作为一条狗，你懂个啥？知识就是力量，书中宝贝。书中自有黄金屋，哎，你不懂。哎呦我的妈！书中自有黄金屋，哎，你不懂。这年轻人，我操！还书中自有黄金屋？呸！我看是书中自有颜如玉吧。你什么你？先把你的哈喇子擦了再说。天天就知道狗熊掰棒子瞎忙活。啊，黄金屋，书中的黄金屋呢？黄金屋在哪呢？我咋就看到了颜如玉呢？马总，你干啥去？你不是去告状的吗，马总？放心吧，我绝对不告密，这点信任都没有，切！这还差不多。叮叮叮！哎呦我的妈！好看吗，大黑？当然好看了，你看这身材，婀娜多姿。你看这容貌，秀花闭月；你再看这皮肤，肤如凝脂，脆弹可破。你就是条狗，你啥都不懂。我跟你说，这有你媳妇好看吗？你这话问的就是找打。我媳妇跟人家有可比性吗？那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我跟你说，就这样比下来，大皇上个屁呀！你这。我上个屁。你不是不告状吗？哎，媳妇儿，你写的多帅了啊！我算个屁，啊、是吧？我算个屁，没你好看是吧？媳妇儿，听我说，好看是吧？哎呦我的妈！大黑，你还是太年轻啊！妈的，你个叛徒！你跪过来啊！个啥？闭嘴！你给我罚跪5个小时啊！不准动啊！没有5个小时不准下来。